秋天的天空，神州西面的意识是生命中的一个崭新的起点，它是人类成熟的热情，它是青春涌动的朝阳，让星光映衬着夜幕璀璨，让歌舞交织的欢乐点燃，让青春释放的活力跳动，让热情摩擦的温馨升华，无限风光，无限美，音乐舞台，我想您的选择绝对是明智的，这里的音乐会让您陶醉感动，这里的表演会让您拍手叫好，您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到歌手带来的诚挚的祝福，还能欣赏到热情奔发、青春亮丽的风情舞姿，欢迎各位热情朋友带着您满载的激情和人情味，在这个迷人的夜晚走进恋星歌舞团演艺广场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在这里我将送出一个真诚的心，在这里送上真实的音乐，把握心灵的节拍，今天晚上策划人 Wilson 精心为你安排一台内容非常丰富的节目，与你共同娱乐消遣，送解长城内外东西南北中的各路演艺精英都将在这里粉墨登场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夜星大型舞台灯光音响演出现在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天后宫庆祝天后圣母宝诞清修，为您安排立新歌舞团娱乐制作，为您呈现齐星宴上会，正式应报。今晚为您安排多位的优秀歌手将会一一的登场，为您献唱，也为您安排两位唱片红星，那就是来自微星唱片机构旗下苹果曾庆文，来自微星唱片机构旗下有着网红老情人之称，同时也荣获白金唱片销售量奖的黄良娥，以及旋风舞者将会一一的登场。好歌好曲精彩节目，所谓先敬神明后敬人，为你安排一首大家都马阿尼共来歌颂，是古来天后宫天后圣母，朋友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旋风舞者。爱情啊，甜甜蜜蜜。
快点，啊！